我去，这血更多了，完蛋，坏！哇！啊 ！Oh no！ 你在逗我吗？我是不是走了？我的手电筒呢？我操，坏事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汤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之前比较火的独立恐怖游戏，这一款游戏名叫做《赤女》。那么这款游戏好像是我们在日本的一个街区上面，然后碰到了一个穿着红衣服、高跟鞋的女子。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很清楚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视频，我也没有玩过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吧。这款游戏的话，我看成就好像是有两个结局哦。那么不知道我们能不能都达成呢？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独立恐怖游戏的话，不要忘记长按点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。我们就开始今天游戏吧 ，Let's go。10月21号，啊，我回家已经晚了。这个地方有点太黑了，我现在必须要赶紧回家。好，那么左边是操作，右键是手电筒，然后下面可以奔跑。这游戏还能奔跑，我勒个豆！还好这个地方这么黑，有手电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么快就出现了吗？哎，哇，他看吗？哎，哎哎哎，我不能动了，这干嘛？怎么办？哇，他手臂肌肉，我勒个豆，这坏了，这地上写什么？不让我们往前走吗？这有一个破的这个电话亭，这电话亭好像就是之前刚才我们在主界面看到的。这边停了辆车，挡住了去路。这个乌鸦什么情况？这边不是回家的路。OK， 发生什么？哎，之前那个人，他说的是之前那个红色衣服的女人吗？看起来有点危险啊！我好害怕，我现在必须要赶紧回家。嗯，快走快走，你现在才想起来好害怕是吧？刚才你看他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危机感呢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法投弃禁止哦，就是不要在这边乱扔一些垃圾是不是啊？不然会罚款。好像日本对于什么垃圾分类管的还是挺严的了。等一下，前面怎么？你是谁啊？他干嘛？他怎么那么慌张啊？前面是不是有人啊？坏了！哎呀，这垃圾桶这么搞笑！这边有贩卖机，好像不能用的样子。好像我们只要往前面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赶紧往前面去看一看吧。我感觉有点危险，但是我家在那边。坏事！哎，这边在施工啊！哦，这边好亮啊 ！OK。哎，我怎么了？好，我们往这边走好了。就想每个地方都想蹭一蹭。我们往街上走，我怕到路上来辆车就不好。走在旁边的街上，哇，好安静哦！现在应该是凌晨了吧？根本就没有人了耶。有人吗？哎，哇，哎呦，我去，吓死了！这个运镜干嘛？我家在那边的4楼。好的，这是我家。这边可以上吧？有没有电梯啊？没电梯，那只能走这了。顶楼啊！等一下，调整一下我的键盘。好，到家了。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？我要睡到明天早上，我要再走。哎，感觉进了家里就是很安全呢。好，很小哎，一看就很日式的那种家。这边是浴室。我怎么了？把这电视关掉。怎么了？啊，这太奇怪了。我想我应该是忘记关掉了。
我们要干嘛？工作，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我好累哦，我要赶紧睡觉。10月24日，之前是21号吗？现在是24号。好，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下班时间啊。哦，我们估计是个什么程序员啊，对不对？这么晚下班，赶紧把手电筒开开。我去，这地方太阴间了，太吓人了。发生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啊 ，wait， 啊，哦，警官，哦，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嗨，警官。他是警官。这个点了，你在这个地方干嘛？哦，我要准备回家。现在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这个时候回家干嘛？我工作累不行啊，我喜欢工作不可以啊？你有点可疑哦，但看你的样子好像并没有在撒谎，我从你脸上的表情就能够看得出来。顺带一提，你经常走这条路吗？是的，我以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就走这条路，我说的是大学。3天前你也是走这条路吗？哦，提到关键词了，刚开始进游戏场10月21号，今天是24号，所以3天前他应该是看到了我。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其实3天前发生了一起谋杀案，受害者是一对夫妇。凶手首先谋杀了那个正在熟睡的妻子，等她丈夫回来之后又把她丈夫杀掉了。据说尸体被捅了很多刀，非常的恶心。你在回家的路上有没有看到一些可疑的人啊？那天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在奔跑的男人呢，但我没有看，哦，我看到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，也看到了一个奔跑的男人。那我先看到一个红衣服的女人好了，我觉得那个女人更加可疑。看到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，实际上也有人看到了这个女人，也许这是这个案子的线索。我希望之后能听到更多有关的信息。好了，今天时间已经太晚了，赶快回家吧。确实啊，他应该早点让我回去吧。他这么一问完，我感觉现在都已经快天亮了。但今天我没有看到那个红衣服的女人。我去，等一下，那谁啊？有人在后面跟着我吗？你看，我操，赶紧跑！他跟着我。我去，不，怎么了？我去，太吓人了！赶紧跑！我们主角有没有体力限制？没有体力限制，我就要一路跑回家喽。我赶紧跑回家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该死的高跟鞋 ！What？ 哦，我脚坏了。我还是赶紧跑吧。我听到高跟鞋的声音，但是我看不到的人，完蛋！快快快！我知道我家在哪，我知道我家在哪。我家不会有很多乌鸦吧？哇，很多乌鸦在外面飞耶！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家附近居然会发生一起谋杀案，我不想再重蹈覆辙了，我好饿。让我看看冰箱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。冰箱有吗？哦，有这个甜甜圈是吧，可以吃吗？哎，微波炉。哎，我是不能开这门的。我可以看猫眼。
让我再看一下猫眼。What the fuck？ 哦，看不了嘞。Shit！ 爷，这在吃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已经很饱了。好了，是时候该睡觉了。你真的？为什么 ？Why？ 我靠！我就知道他不让我睡耶。谁呀？谁在我家啊？哎，断！啊！你是？你最近离职了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你是谁啊？你最好小心一点。干嘛？好几次我看到一个陌生女人站在你的门前，这太吓人了，所以我很想告诉你。就这样了，下次见。啊？他走了。我去，真有人在我。我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先睡觉吧，先睡觉吧。哇，这么离奇吗？怎么又回到了10月21号？这难道是主角在幻想曾经发生的事情吗？有辆红色的车，这是谁呀？哎，有只猫在后面，是不是啊？有只猫在那个大街上面，这是谁？我不知道。Hello， 外婆哦，这是在还原21号当时那对死去的夫妇，是不是被谋杀掉了？哎呦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不是那个蒙面男子吗？你今天加班了吗？是的，我最近工作非常的忙，这个月我可能都不能按时回家了。话说回来，怎么了？你最近很少给我打电话啊？怎么了吗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想回家和你谈谈，所以你赶紧回家吧。怎么啦？生气了？他，我妻子是不是觉得丈夫有外遇之类的？信任危机啊！啊？哦，我现在扮演的是那个丈夫。我到家了。啊，我的外父，我的妻子已经睡觉了吗？我还不能跑啊！什么事？我操！这怎么了？坏事了！真有问题吧？我怎么办呢？浴室、洗衣间、房间应该在2楼吧？好吧，我妻子是不是已经死掉了？我在想，按照24号警察的描述来看的话，哎，我才注意到有血迹，哎 ，what？我操！哪里门开了？我勒个豆！哎呦，好吓人啊！哎，那只猫之前……哎呦，哎，什么事？在撬我家锁是不是啊？这里面怎么会有血迹呢？哇哦！怎么又有门开了？你妈！有人上楼了！我操，有人上楼了！我去，我听到脚步了！来了，走，我们上楼去看一下啊。OK， 不急不急啊，不急不着急不着急啊，朋友们，不着急。
我去，这血更多了，完蛋，坏！哇！啊 ！Oh no！ 你在逗我吗？我是不是走了？我的手电筒呢？我操，坏事儿！怎么了？谁会在这个时候按门铃看我呢？哦，我睡觉了是不是？刚才那只是做梦而已啊。你这他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、打工人、一个学生而已，对不对？只是刚当时第一天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明白了。你们这么想，你看啊，10月21号，我是从那条那个街道路过，看到了他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间段，他正好杀完人从那个地方出来，所以他一直盯着我。他觉得，哦，我可能知道了他的一些这个作案手段，然后他现在要把我铲除了，对不对？只有这种可能嘛。如果我当天晚上没有看到他，他也不会来找我了。因为而且24号，我还跟警察聊天了。然后我跟警察聊天回家的时候，后面有人在追我，后面有人在跟踪我。哇，我简直是天才，我是柯南啊，朋友们，这怎么办啊？这我怎么办呢？我勒个豆，完蛋！我操！关门，关门！我操！这个女人疯了，我要打电话给警察。她一直在按我门铃，哎，她说警察2分钟后就会到。我还得再躲2分钟。哦哦，我先躲着。他破窗了啊 ！Holy！ 他走到右边去了，开门了。他又进来了。我还是不出去了吧，他好像不会看我这个浴室，哎，算了，还是不出去了，朋友们。警察，快来吧，好煎熬啊！其实我想知道他在哪里巡逻，他在整个楼层巡逻吗？在整个楼层找我。Nice， 警察来了，你还不死？这个女人在警察到达之前逃走了，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袭击我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这位女子仍然没有被抓捕。我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脚步声，太吓人了。我决定在不久后，我决定搬出去。我只希望警察能尽快抓到他。啊，他还没被抓到？你在逗我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什么情况？我搬走了，他还是来找我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新家嘛，完全就是新的那个格局嘛。你在逗我吗？阴魂不散，鬼啊！哎呀，坏事了！你就这么，你就非得要杀我吗？这个女人一看就练过格斗，她的手臂很粗啊，看到没有，全是肌肉，我勒个豆！我真服了，坏结局，这叫坏结局啊！我没被她逮到，叫坏结局啊！这门原来可以关啊！来吧，我随你怎么来，好吧，来。啊，听说你很嚣张是吧？啊，听说你穿个红衣服，穿个红高跟鞋，听说你很嚣张啊，听说你很牛是不是？想弄我，想来抓我，来，警察带走。警察随后很快就赶到了，那个女人死了啊！我没有被抓，因为属于正当防卫。原来杀害这对夫妇的凶手就是那个女人，她和丈夫有过一段婚外情。哦，小三是吧？她杀人是出于怨恨。事发一个月之后，我也搬出去了。
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了。果然被我猜对了，她老公有问题，她老公跟她搞婚外情，然后她老婆就是察觉到了，然后就找她父亲来谈事儿，对吧？然后她丈夫就，然后丈夫就回去了，然后这个小三她有怨恨，所以她先把那个妻子杀了，然后再把她老公杀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么就是这样一款红衣女子复仇的故事啊，还是很好理解的，好吧？我也觉得挺好玩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独立恐怖游戏的话，想看到更多这种独立游戏出现到我的频道的话，不要忘记长按点赞，点六十三连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拜拜。